水龙头都带电。水龙头都带电。嗯。那除了水龙头，还有其他带电的吗？目前就是说，热水器接上。啊。就都带电了。插上电都带电了。啊，对。好几年了啊，就发现这个问题好几年了，一直就没解决了。你这也没找人行啊？你找人了，找人都有人是搞不明白怎么回事。嗯，从里边这个金属的地方也测了一下，啊、这上头当时是也是带电，说是。哦，带50多伏呢，插上热水器以后也电少。就是说，我们用水的时候，如果插着热水器吧。如果手上没有伤口还好一些，对，没有伤口咋不电水？嗯，一有伤口，你哪怕裂个小口的那样的，一沾水都是。洗澡的时候那是直接过手了，就是。哦。这一次现在弄的这个不敢用了都。不敢用了，50多伏，带50多伏的电呢。是不是？现在水龙头都带电呢。昨天还那个。啊，水龙头都带50多伏的电呢。同样，水龙头也带50-60伏的电，一洗手也麻手。开始他们怀疑是热水器的问题，热水器厂家来了好几次，没问题。看一下家里的配电箱，是不是地线不好？哎，还行啊。那个就是这，那个，这个应该是这一个。地线还没问题啊？地线是不是里边没接呀？还是个地线？地线是好的呀。地线是好的。嗯，他说地线接的可以。地线接的可以。这可以，那边接不接？嗯啊。地线。嗯，这是哪是地啊？啊，这个是。地线是带电的，你只要插着洗衣机，插着电器，地线一般都会带感应电。看看热水器的插座，同样是带感应电，60多伏。那还是说地线不好啊？地线要好的话，这个感应电就放掉了。它这每一个插座里边就3根线，想找那个接头没有，这个地线在哪没接呢？还得看一下它这个地线。看一下地线好不好，直接测火线和地线的电压，220伏很正常，测零线与地线的电压，这个地线没问题，这个配电箱的主地线没问题，这就很奇怪，这几个地线都在，怎么就不好了呢？也没发现有断的呀，或许地线过去了，那边分盒没接好。我把卫生间这一路的火线与地线碰在一起，然后到插座这一块测量火线与地线通不通，看都不通，也就是说它地线是断的。这没有地线怎么办呢？找了好久没找到地线，没找到地线接头，打开这一个插座，发现里边有个钢筋，楼体的钢筋。这个钢筋应该是接地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做接地体。把表面刮一下，打进去一个燕尾螺丝。如果钢筋接地好的话，可以做接地体、接地线。测一下，先测火线和钢筋之间的电压是不是220，没问题，电压正常。再测这个地线与钢筋之间的电压，60多伏。60多伏的电压，就是原来这个地线带60多伏的电压，刚才用电笔测的也60来伏，可以确定它现在这个地线没接地。哎，这会儿不红了。嗯，管事儿。哎，现在就好了。嗯，这会儿不红了。它那个楼长人，那个接地钢更好，那个接地。嗯，这个接地更好，插热水器。插热器。啊，都插上吧，把电器都插上。那这个看嗯，这就是相当于接了一个等电位，插上电了，嗯，这就放心用吧。嗯，这会儿没插，这洗衣机的，这个是插。
还有还得测量零地之间的电压。这个表针没动，是零伏。零伏，个人认为这个接地是很好的，是没问题的。我这么测一下，看它跳不跳闸哈。嗯。这么测一下，啪，有可能就跳了，电闸。跳了吧？跳了。嗨，啪就跳了，证明这个接地非常好。再用乘一档测量火线和地线，那边啪就跳了。嗯，这就证明那个接地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就是给它漏电保护器也好使，接地也好使。楼体的钢筋是打在地下的，最终进到大地。啊，咱们这个地线也是最终进到大地。也是进的啊，对、哎、对。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，也不知道对不对，还请大家多多指点。其实我是想拉一根明地线过去的，但是不方便。但是我感觉我这么接也是可以的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开工好几天了，总是干不了活，原因是车间的电没完没了的跳，也不知道谁搞的鬼。这个是不是已经跳了？已经跳了。嗯。啊，合上之后，等一会儿它就会自动跳了，跳漏电。这些闸合着？真的，就这样放着，它等会儿自动就跳了。自动就跳了，这个一合它就马上跳，这个一合马上跳、啊、这个一合马上跳，这些一合都马上跳，嗯，一合都马上跳，嗯，就一会儿，现在是一会儿就跳，对，哎呦我操，跳了，多长时间了这个故障？啊，以前这个都不是漏保是吧？对，啊，以前这都不是漏保，这物业撞了漏保，我们也撞了一个，就是先跳我们的闸。跳不上，这样以前就跳上了嘛。啊啊啊！他那只有啊，以前没有不跳，应该是零线接地了才会这个样。但是这些怎么太多了呀？怎么看呀？一路一路试，俺都猜，都一路一路猜，一路一路试。这些测量地，嗯，有。应该是全断开了，嗯，漏电呢，就是漏。对，不行，测试哪一股漏电呢？那对对，现在就找哪一股漏电，找到这个漏电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，或者说是线接错了，啊、嗯，都可能性都有。一路一路猜呀、啊。首先呢，是不是得怀疑这边了？这一根是往那走的，这菜。没事，就这样就行，不用动它，还是漏，继续拆吧。是不是有接错线的？这个呢？这个可能性大。嗯，跟着转了，不要紧，你抓着。哎，这个的原因。嗯、这一路的原因，我一说、啊、这一路，这一路是吧？哎、你不是一送这一路的跳？应该是这一路。这一路你就找这个电缆线就行。就找这个电缆线就行，走。啊，这边还有配电箱，都拉下来了。对，拉下来了。这边地线连线啊。我看颜色对。看颜色对，那就测一下那种零线对地。嗯，也这么厉害。这两路有，嗯，这俩有一个。嗯，看看想想有没有。好了，这一路，这是个地线，这是个地线，这地线接零了。你找一下这个设备，
找一下这个设备，这一个。这一台是吗？这台没用，这一台没用，那就这一个。那这个先来的铣床啊，这个小铣床它用不了，它用不着零线，铣床用不着零线，它有变压器。那这个地线，它用不着零线那个啊，那是个地线啊，地线。恢复，这些都可以放。那你刚才来的时候啊，就是把这些都送上，啊，就跳嘛，等一会儿自己就跳了。好了，报告长啊，没问题那边。这样我就暂时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